各位考生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欢迎大家来到经济学医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徐凯老师。今天啊，我们主要是讲主治医师、外科学、骨科学这一部分，也就是说骨外科学。我讲的这部分内容，针对于骨科学专业，还有非骨科学专业来说，都是必考的内容。所以说呢，我们说这部分内容，相对来说，我们说考的内容都是比较多的，况且每一个考生都需要考。啊，紧接着我们首先来看，今天主要讲的是第七节，那也就是说属于骨外科学的，我们说周围神经损伤这一部分。好，紧接着第一点，我们首先看，在这上面所标注的都有哪些意义？第一个，我们说洼地。我们说前面有同学听过的，应该都知道，洼地代表的是运动系统，CC 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冲刺体。所以说我们说，今天给大家讲解的主要是以冲刺体为主。那么冲刺体的第几章节呢？那也就说，我们说第七章节代表的灵气。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题是001号题。对不对？我们称之为001号题。好，那么紧接着我们再看，后面呢，紧接着就是002、003号题。啊，紧接着我们再看，我们说第一部分，尺神经损伤之后出现了，我们说出现了，我们说爪形手，对不对？我们说这患手呈现出爪状畸形，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爪状畸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爪形手是属于哪一个，对不对？爪形手属于哪个？第一个这点我们可以看到，爪形手一旦出现就我们尺神经的嘛，对不对？尺神经所导致的就是爪形手。那么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说，手内肌出现了瘫痪，对不对？我们说内尺外揉嘛，手内的这些肌出现了瘫痪。另外呢，紧接着我们说还出现了，我们说长趾，长趾哪个是长趾？这个对不对？我们称长趾嘛。好，那么长趾关节过长，趾间关节屈曲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说这道题当中，我们说答案 B 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那也就是说，尺神经损伤之后，最主要的为什么出现长趾？内肌瘫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长趾关节过深，再加上一个趾间关节屈曲，他们所导致的这样一些畸形。好，紧接着根据这个考点，我们再把这个知识点给大家扩展一下。第一个，我们说尺神经，它主要是在肘的下部损伤。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比如说。支配趾伸屈肌的，你比如说尺侧瓣的这些肌，已经发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趾伸屈肌尺侧瓣的工作它是异常的，但是呢，我们说小指以及环指这些趾间关节被屈曲。这个时候我们看，当手的内肌出现了瘫痪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说，屈展关节？包括伸直关节的这些功能就出现了丧失，而这些功能的丧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也就是说，对于趾伸肌以及趾屈肌，你比如说我们说，无手内肌对抗，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你比如说小趾及环趾，我们说长趾关节过深，而趾间关节屈曲的一个表现。好，这是属于尺神经。好，另外紧接着，在我们的考点当中，在高频考点当中，我曾经提到过尺神经。尺神经具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我们说腕部，腕部的时候，手部的尺侧瓣和尺侧，一个半手指，对不对？手部的尺侧瓣和尺侧的一个半手指，特别是小指的感觉异常，我们尺侧特别属于尺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出现了小指的异常，另外呢，紧接着在股间肌、隐状肌、母收肌
它都可以出现。啊，紧接着我们再看，我们说手指的内收和外展功能障碍是，这是尺神经的表现。另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体征，那也说尺神经损伤最重要的体征，我们称之为啊保摩特征。保摩特征称之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夹趾实验，对不对？我们称这个小指，这个小指它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夹趾实验不行。好，这个时候我们说，保摩特征，所以说呢，我们要补充，这个时候就表现为我们说夹趾实验阳性。好，紧接着我们再来看这题，这题呢主要是腓骨的上段骨折之后，那么不能背伸外翻。不能背伸外翻，其次什么损伤？其实呢，我们说这道题在前面的我们说下肢骨折的时候，好像这样一些不能背伸外翻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称之为腓动神经损伤。好，我们来看看本道题的选项，选择的是 D， 我们称之为腓动神经损伤。那么腓动神经损伤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经常会出现的第一个，足呈现出一个背屈的状态，另外还有一个外翻，那也说外翻功能障碍。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呈现出足下垂的，这是属于我们说，腓动神经损伤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些表现。另外呢，紧接着我们说不仅仅有足的问题，还有踝关节的问题。踝关节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踝关节出现的是它是不能背伸及外翻的，足趾不能背伸。好，这是属于这一个。另外紧接着还有小腿，你像小腿的外侧以足背的皮肤，这个时候出现感觉的减退或者是缺失。那么你像颈前或小腿外侧的肌肉，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这是属于我们说第二题。本道题的选项，以这个什么，腓动神经损伤为主。只要看到不能背伸外翻的，其实就是腓动神经。好，紧接着我们再看第三题，所讲到的是一侧坐骨神经，我们说在梨状肌，我们说下孔处受损，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时候，受损最主要的出现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坐骨神经受损出现的是哪里啊？足嘛，对不对？足嘛，在梨状肌这个部位，也说主要是足的损伤。那么第一点我们知道坐骨神经，我们说在梨状肌下孔受损时，支配髋关节的这样一些分支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身心靠的是什么？身心靠的是骨神经。那么这个时候隐神经也参与了下肢的感觉。那么足部活动由颈神经以及腓动神经所啊，这个时候我们说二者，他们都是坐骨神经的分支，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支，位于梨状肌下孔不远处。啊，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题，第四题讲到的是我们说周围神经受损之后，未评价神经修复情况，下列检查意义不大的是，那也说下列哪一种检查对意义不大？对于这种周围神经损伤不大，我们说神经系统的检查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是查它，对不对？那么当然呢，我们说由于是周围神经，记住啊，由于是周围神经，所以说我们查 CT 还有没有用？没有用。本道题它就是选这个，我们说 CT 检查没有多大的意义，选 A 项。那么另外其余的几个，你包括神经系统的传导的检查，电刺激的检查，神经干的叩击实验，以及肌电图的检查等等这样一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这样说 ，CT 检查什么 ？CT 主要是对于脑出血、骨折检查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对于神经损伤的这样一些修复情况，一般情况意义不大。所以说，本道题的选项选的是 A 选项 ，CT 检查。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道题改一下，我们说这个针对于中枢神经系统
哎，中枢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些改变，那么检查什么？主要 CCT。好，紧接着我们再来第五题。第五题呢，主要是下列对于周围神经的解剖当中，哎，我们说哪一个哎不出现参考？当然，这个参考呢，我们说最主要是你比如说我们说第四个，神经的血液供应丰富，对缺血耐受性不如肌肉，你说给他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哎，我们说有什么意义？好，所以说呢，我们说本道题选择的就是第四个。好，另外紧接着我看，我们说神经啊，对于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性，要比肌肉强得多，对不对？要比肌肉强得多。但是呢，我们说，你比如说在缺血，挛缩时，你比如说骨，在缺血挛缩时，那么神经的损伤比肌肉要轻得多。所以说呢，我们的受损处，我们说骨，受损处的肌肉已经坏死，但是呢，我们说远侧的运动及感觉还是可以存在。这是本道题，答案项，主要是这一个。那另外呢，其余的几个我们也看一下。第一个，神经的牵拉作用主要有这个树间组织，结缔组织决定的。神经的外在血供系统来源于邻近的动脉干、肌肉等，呈现出阶段性的分布。神经，支持组织的，由内到外依次为。神经的鞘膜、神经内膜还有神经的外膜，这些都是对的。紧接着我们说第五个，神经内的血管，是由你比如说外膜、束膜还有血管的这个血管丛等等相互构成。好，下面紧接着我们再看第六题。第六题是周围神经损伤的，周围神经看清楚，我们的体感的周围神经损伤取决于损伤的这样一些原因，有关治疗的方法错误的是哪个？我们说在这样一些错误的方法当中，第一个我们说药物的注射，药物注射损伤一般情况下是先行局部的力量，肱骨的骨折造成的桡神经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如果外膜比较完整，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暂时的先观察。好，另外紧接着髋关节的脱位和骨盆骨折所导致的坐骨神经损伤，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是压迫性的损伤，早期的复位观察两到三个月，根据他们的恢复情况，我们再次决定是否进行。好，紧接着第四个是切割伤应该早期恢复，这是必然的。好，另外紧接着我们再看第五个，活气伤轻创时，同时行这个什么修复，这个行不行？不行。因为说我们说第一个，活气伤由于直接的损伤或者冲击波的作用，它们的受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不容易鉴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损伤之后它的反应是一个持续性的，况且由于活气伤它的污染比较大，我们说早期我们执行轻创一般的情况下，神经不做仪器的修复。好，所以说呢，我们说本题的选项主要是E选项，活气伤轻创同时进行修复，这个是不对的。第七题呢，主要是我们说尺神经损伤之后导致找寻手，这个支点我们刚才已经说过，选哪一个？选择这个 C 选项。那也就是说，由于手内肌的瘫痪，掌指关节出现了过伸，指尖关节屈曲所导致。本道题的选项为 C 选项。好，下面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八题。第八题呢，主要是腓骨的上段骨折。那么腓骨的上段骨折，这个时候导致足不能背伸外翻，这个题我们刚才也看到过，是不是啊？最主要的是以我们说腓骨神经的损伤为主要表现。好，另外紧接着呢，我们把这个知识点我们再给它进行过一下，具有什么特点？第一个，我们首先看坐骨神经，坐骨神经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高位的时候，它呈现出足下垂，跨越不来。
呈现出跨越步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股四头肌它是一个健全的。我们说膝关节正好呈现出一个伸直的状态。而颈神经呢，颈神经它的最主要特点是在小腿的后侧、足背的外侧以及足跟的外侧和足底它会出现单节障碍。另外呢，紧接着还有一个，它还会出现一个钩状足，还会出现一个钩状足。好，紧接着我们说腓总神经损伤具有什么特点呢？腓总神经损伤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我们说足呈现出一个背屈的状态，另外呈现出外翻功能障碍，呈现出内翻的足下垂的畸形，这是属于我们说腓总神经的损伤。好，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九题。第九题的一个主要特点，人家问的是绕神经的伸直损伤之后，那么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桡神经啊，我们称之为这个手啊，我们称之为桡神经。那么桡神经损伤之后会出现什么表现呢？那么紧接着我们说拇指这一块，是不是啊？我们称之为拇指这一块。所以说桡神经的损伤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能主动伸拇指，对不对？我们不能主动伸拇指，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看桡神经。对不对？这是桡神经，所以说不能主动伸拇指。好，另外紧接着我们再看，我们说桡神经受损具有什么样的表现？第一个，一般的情况下，在拱骨的中下三分之一交界处，我们说它是在这里有一个桡神经沟，里面走行的就是桡神经。桡神经它是紧贴着拱骨。所以说我们说在中下三分之一交界处一旦出现骨折之后，最容易导致的就是桡神经损伤。而桡神经损伤之后出现的主要表现是大家自己做啊，我们伸腕，对不对？伸拇、伸直、前臂的旋后障碍等等，这是属于它的一个主要表现。另外呢，紧接着我们说桡神经主要是在哪里？手背的虎口区。那一个在手背的虎口区会出现皮肤的麻木。那么桡神经一旦损伤之后，出现什么样的畸形？我们称之为垂腕嘛，对不对？也就是说典型的畸形就是垂腕。好，紧接着第十个是腕关节长侧，我们韧切割伤之后，正中神经受损。那么正中神经受损主要是指的哪一个？主要指的是我们说中间的这个，是不是？那也说正中神经受损会出现什么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外展拇指的受损，对不对？外展拇指的受损。好，答案项选择的是 C 选项。好，我们再把正中神经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高频考场二当中曾经提到这一点。那么正中神经损伤之后，一般情况是低位。那也说主要指的是手的桡侧板感觉障碍，特别是食指、中指它的原节的感觉消失。另外呢，紧接着我们说在鱼际肌以及隐状肌也出现了麻痹，甚至阳痿。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正中神经损伤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原型手。那也说呈现的是拇指的对掌功能障碍，拇指的对掌功能障碍，这是属于在低位的时候。那一旦是属于高位呢？高位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在肘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以上的表现以外，那么它的前臂肌也是一个麻痹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拇指和食指、中指都出现了屈曲功能障碍。好，这是属于我们说正中神经。当然呢，我们说正中神经导致的是圆形手，那么尺神经导致的是什么？掌形手。桡神经导致的是垂腕。我们这个知识点在我们以前考职业医的时候都给大家说过，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说中原，对不对？中原食早
闹水患，哎，中原迟早闹水患。那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那有中代表的是正中神经，对不对？哎，正中神经，原代表是原型手，那也说正中神经受损之后，正中神经受损之后引起的是原型手，迟早使神经损伤之后是造成手。那么桡神经损伤呢？哎，我们说桡神经损伤最主要的就是髓腕，哎，桡神经损伤最主要的就是髓腕，所以说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特点，我们来看正第十一题，正中神经的功能和损伤特点。那么正中神经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也说，哎，出现了原型手，对不对？哎，原型手。那么原型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仅仅是感觉功能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他拿东西是容易掉，对不对？我原型拿不住嘛，所以说呢，他是没有食物感。本道题的选项选择的是 E 选项，我们说，感觉功能障碍，同时也严重的影响到手的功能，拿东西是，哎，我们说容易掉，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根本就没有这种什么，哎，食物的感觉，原型手。好，紧接着第十二题，第十二题讲到的是最易并发桡神经损伤的故障。哎，最易并发桡神经损伤骨折，根据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知识点，我们知道，那么并发桡神经损伤最主要的就是肱骨的中下三维骨折，因为肱骨的中下三维有桡神经构的功能，里面就是桡神经，所以说在肱骨的中下三维交界处，由于桡神经的紧贴，所以说容易导致桡神经的损伤，所以说呢，我们说，本道题当中。最容易并发桡神经损伤的骨折是什么骨折？哎，我们称它为肱骨干的中下三维的骨折。好，这是第十二题，紧接着第十三题，十三题讲到的是28岁前臂，哎，左前臂尺桡骨骨折，看见没？哎，尺桡骨骨折，这个时候出现上拇指不能对掌。那么不能对掌的是谁？哎，不能对掌是谁？我们说是正中神经，对不对？哎，我们是正中神经，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本道题的选项就选的正中神经。我们说正中神经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哎，我们说拇指的对掌对指功能出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拇指，哎，处于手掌的桡侧，从而形成一个圆形手。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时候呢，这个不能。哎，我们的不能对掌，不能外展，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抓起来这个东西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说本道题的选项，哎，就是以正中神经为主。另外呢，紧接着我们说，由于尺神经它也有这种代偿功能，所以说呢，我们说，哎，拇指的，哎，这种什么掌侧外展功能可以不完全丧失。好，第十三题选择的是正中神经。好，紧接着我们再看第十四题。第十四题是说了，哎呀，患者明显的有垂腕。那么既然是垂腕，哪个是垂腕？中原迟早闹水患，闹水患桡侧，我们说称之为垂腕。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本道题的答案就是以桡神经，对不对？哎，桡神经它才出现了垂腕的现象。好，另外紧接着我们再看桡神经。我们桡神经呢，主要是第一个，它主要是，哎，是由第五颈五到颈八，以及第一对胸神经的前肢进入后束而发出的，哎，这是属于桡神经。好，另外紧接着我们说，一旦损伤之后，哎，一旦损伤之后，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我们说它的伸肌瘫痪，另外呢还表现为。哎，我们说抬前臂子呈现出垂腕，哎，桡神经嘛，最主要的就是以垂腕为主。另外在虎口区，哎，在虎口区它呈现出一个麻痹的现象。
好，紧接着第十五题，第十五题讲到的是第一个，在人气割伤手腕部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第一个有了找型手，对不对？第一个有了找型手，第二个，除了找型手以外，拇指的对掌功能又不好，对掌功能，那么对掌功能不好是谁的？我们称之为正中神经，对不对？正中神经受损，所以说本道题的选项当中是以哪个 A 选项为主？那也说手指呈现出掌型手，此时的手部的肌肉呈现出明显的萎缩。好，这次属于尺神经的损伤。另外呢，紧接着呢，我们说尺神经损伤之后，尺侧的一个半指，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感觉障碍。另外呢，紧接着我们再看。桡侧的三个半的手指感觉丧失，以及对掌功能的丧失。对掌功能丧失是谁的？我们说正中神经。所以说本道题的选项以尺神经还有正中神经，我们说联合损伤为主要表现。好，紧接着我们再看第十六题。第十六题讲的是，女性四岁，那么活动因活动障碍肿胀，然后呢急诊入院，这个时候有了皮下的瘀斑，诊断为拱骨髁上骨折。那么拱骨髁上骨折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拇指不能内收，拇指不能内收。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最有可能考虑为什么病？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拇指不能内收，其余四指我们说这个呢病指无力，四指病指无力，那么是什么？我们说最主要是以尺神经的损伤为主。那么尺神经呢，我们说它所支配的主要是隐状肌、股间肌以及母内收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尺侧皮肤感觉障碍啊，另外呢在肘部尺神经处于表浅，容易受损。本道题的选项选的是第二个。我们称为尺神经损伤。好，34岁，一个小时前，被汽车撞伤，右膝外侧腓骨突出。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足下侧，腓骨头，不能本身。这个时候选哪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说。我们说关于这一类型的题，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了。最主要的是腓总神经的损伤。腓总神经损伤主要有以下表现。第一个，首先是足的问题，足呈现出足下垂，足下垂的时候呈现出跨越不能。另外紧接着除了足以外还有踝的问题，踝出现什么问题？踝关节不能背伸以及外翻。另外呢，足趾也是不能背伸的。再看小腿，小腿的外侧及足部的皮肤感觉的减退或者是确实，胫前肌小腿外侧，这个时候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说肌肉的萎缩。所以说，我们说纵观本道题，在体感当中，它提到的就是一个是足的下垂，一个是我们说不能主动的这种背伸，那么它就是典型的腓总神经损伤为主。好，紧接着我们再看第十八题。第十八题呢，我们说表现为第一个。被撞伤之后，撞的是右膝外侧。那么紧接着我们说踝部不能主动背伸，腓骨小头出现了骨折。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损伤？一样的，我们称之为腓总神经的损伤。第十九题，主要是我们说刀刺伤臀部，看到没？刺伤臀部之后出现了右下肢的感觉异常，主要考虑损伤了什么神经？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说，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比较多。你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说两个男的争一个女的，或者两个女的争一个男的。那么这个时候让你给我从看拿个刀从屁股后面给他插进去，那么这个时候便是不行。那也说，臀部受伤之后，下肢感觉异常。那么最有可能损伤什么神经？我们说最常见的就是坐骨神经，对不对？我们说坐骨神经在哪？
熟悉解剖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下面还有一个梨状肌，梨状肌的下方正好压迫的是坐骨神经，所以说我们是可以这么说，当坐骨神经一旦受损之后，那么也就臀后部的这些肌肉以及小腿和足部的我们所有的肌肉都会出现瘫痪，这是属于我们坐骨神经所引起的。那也就是说它导致了我们膝关节不能屈，而踝关节和足趾的运动功能又完全丧失，这个时候它也出现了腿下垂。好，另外紧接着我们小腿的后外侧以及足部的感觉都是一个丧失，这个时候我们说足部出现了我们说神经性的营养性的改变，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行走时可以呈现出跨越不来。那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在骨后的中下部损伤，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会出现我们说膝关节的屈曲功能还是一个报损。好，第十九题选择的是坐骨神经。第二十题呢我们说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题，外伤之后患肢出现了折弯，那么既然出现了折弯，最典型的应该是以桡神经的损害为主，桡神经损害为主，本道题的选项选择桡神经，答案不难。好，第二十一题讲到是被自行车撞伤，对不对？然后呢踝关节不能主动背伸，腓骨小头骨折，诊断为腓骨小头合并什么？刚才我们讲过这道题，合并的主要是我们称之为腓总神经的损伤，主要是腓总神经损伤。好，下面紧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十二题呢，我们说割伤二期之后呈现出找形手，有了吧？找形手是谁的损伤呢？找形手主要是尺神经损伤。另外呢，紧接着手指感觉功能障碍，我们说对掌功能丧失又是谁的表现呢？等中神经的损伤。所以说综合这两点进行考虑，那么最可能的诊断就是尺神经正中神经联合损伤。好，紧接着我们再做一道题，第二十三题的一个主要表现。好，再来看拇指不能外展，然后呢桡侧的三个半手指，我们说这个掌背侧均无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伤及什么神经？不能外展吗？我们说以这个正中神经为主要表现。好，第二十四题主要的第一个，右前臂被机器挤压伤，我们说挤压伤碾压伤之后，那么出现了疼痛肿胀畸形，肱骨的中下段出现了粉碎性骨折，那你中下段的粉碎性骨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说有可能出现什么？肱骨的中下段子骨折容易导致桡神经的损伤吧？我们说桡神经损伤会出现什么？这出来有无伸腕功能障，对不对？伸腕功能障，所以说呢，我们说把它所对应的神经我们给它加进去。好，第二十五题是35岁，臀部刺伤，然后呢导致右下肢运动感觉障碍。这个支点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主要是以坐骨神经受损为主要考虑点。第二十六题，右肘部外伤，那么肘部明显肿胀，然后呢尺侧皮肤感觉丧失，拇指不能内收，就是其余四指病指无力。那么像这样一个病指无力，你认为最有可能发生了什么？我们说最简单的是以尺神经的受损为主要表现。
好，紧接着我们再看第27题。27题呢，我们说很简单，尺桡骨骨折，拇指不能对准，拇指不能对准，哪个神经？我们说正中神经的受损。好，我们来看一个共应题干题。共应题干呢，我们说第一个，右上臂，我们说刀刺伤之后，出现的是右手的对掌功能障碍，那么拇指和食指我们说屈曲功能障碍，对不对？我们称之为屈曲功能障碍。那么最可能的表现是哪一个？我们说最简单的就是正中神经。第一个，拇指和食指的屈曲功能障碍，对掌功能障碍出现。那么对掌功能障碍的出现就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一个问题，那也说正中神经损伤。好，紧接着我们再看一道题。这道题所讲到的就是，若神经功能恢复不良，远期的右手表现为什么？我们说大家来看，如果28道题你做不对，29道题你对起来就很难了，对不对？我们说28道题是选了什么？正中神经。我们说是正中神经。那么正中神经受损之后，它是什么手？我们称之为原型手，对不对？正中神经受损之后，它就是原型手。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第一步做对了，第二步就做对了。好，紧接着我们再看，患者受伤之后，仅对伤口进行了清创缝合，仅仅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清创的缝合，两年半后来院，再次来院就诊，此时应注意什么问题？治疗法应该采取什么？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再来的话，有可能是我们说肌腱，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适宜采取的方法就是肌腱的转位重建功能。好，我们说关于本章节当中最主要的是尺神经、桡神经、正中神经和腓动神经损伤这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说其实并不是很多，记住一句话，中原迟早闹水患，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对应的神经所导致的反应就出来。下一个主要是腓动神经，腓动神经的受损，腓动神经的受损，那么主要导致的是我们足的改变，另外还牵扯到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坐骨神经。好，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徐老师祝大家顺利通过我们的考试。